哎，刚才舒雅她反复提示，她说她是第十版，就她她一直在看的，一直在读的，一直在背的是第十版。那其实新华字典到现在为止，今年已经出了第十一版了啊。首先这些版本让大家看一看啊，你们肯定想象不到，最早在就五几年出版的时候，刚刚出版的时候是长什么样？这是五六年的，对对，这个哎，五六年是商务印书馆。我们家有这个，我们家有本一个批已经没有了，就是当时我看到它的时候，这个面儿这个硬壳面已经没有了，肯定是我父亲他们当时买的。哦，就是这样的一本，对对对对对，啊，这是最早的版本，这个字儿字体都不一样，对，啊，然后里面还有一些画，还有一些图，好，这是最早的版本，用的是楷体吧，用的是楷体。好，在后面还有这样的版本。大家不知道，年纪大的人可能能勾起回忆哈。是。我们小的时候可能家里就有这样的版本，有这样的七九年的。对对，这个版本比较多。有印象吗？有有有，我有印象。有印象哈。啊，这个。哎，这个版本印象最深了哈。对，这个版本印象。啊，这是92年的重排本。对。还有这个封皮的，我们也有印象，对吧？90年的，就最后就变成这样了。这是。这98年了。98年的版本，第九版，然后是第十版，现在是最新的是第十一版。